中国婆婆来到越南的家人们，今天第一天你带他们去干什么？猜一猜，越南媳妇带我爸爸妈妈去干什么？带婆婆今天有什么惊喜？嗯，肯定有好玩好吃的，带他们去吃吃。好，昨天睡好了没有？睡好了。睡好了啊。昨天晚上我们很晚到的，现在也饿了吧？云明有没有准备什么好吃的？去哪里吃？想好了没？很多啊。很多啊。嗯。今天看你表现啊，第一天，好不好？好。家人们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看看云明怎么表现啊。OK。OK。现在我们去做饭去吃好吃。好吃啊。走起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第一站来到车哥搭的轿车下面，什么去点东西吧。阿姨，你想吃什么吗？随便都是什么都都可以。这里有泰国的、韩国的、日本的，随便是什么都可以。可简单，简单。好的。第一顿先给他们吃一下泰国的菜。他们的前菜，这里他们有这个火山排骨，我给你们点一个啊。然后其他的还有下海鲜的，这里都有图片啊，还好，不然就看不懂了。第一顿带阿姨就是来吃排骨，还有火锅。火锅泰国菜，虾。这家我们吃很多了，没翻过车，所以说来这里吃。爸爸，你喜欢吃那个牛肉的，多吃点。吃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越南媳妇安排的。我们现在吃完了，带阿姨叔叔一起出去要玩河内。晚上带阿姨叔叔一起来环建湖逛一逛。我们先来点小吃吧。阿姨吃这个吗？这个也是一个什么越南特产、特产的。来一个尝一下，来越南什么都试一下嘛。对，这边路上都是卖好多小吃的。对，好多好吃。环建湖的最市中心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阿姨好吃。好香啊！等一下，我带你们呢坐那个什么，黄包车，可以。跟两个老人家浪漫一下。对。我们两个一辆，他们两个一辆啊。对，两个人浪漫一下。我们先。开灯。阿峰还在，还假装生气，感觉他就是像你女朋友一样的还生气。他叫你了，开灯，叫我回去了。我说了，厉害。我砍掉一半，本来40万的，我砍到20万。哇塞，厉害！我们现在就坐这个车，俩人一辆啊，上车。找好两辆车，我这边。哈哈哈，两对。好吗？坐摇摇车，爸妈妈爸爸说，坐小孩的车。好，现在围着环建湖我们逛一圈。对，你看水乡花桥里的人呢。花轿的人，大家看一下嘛，做花轿了，要这个是花轿了哦，花轿，做花轿出嫁了，准备结婚了？那没有，那花轿是这样的，你问兄弟们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不是。是的话评论一下。不是。现在带阿姨来河内的教堂。你们去过教堂吗？没有。中国没有教堂。有教堂。有教堂。我们山上没教堂。但是现在是晚上了，进不去了。要是白天的可以。这个怎么着？在外面吧。在外面啊。拍个照。拍个照，对。有很多，在城市都有的。河内教堂，小一个。
榴莲。嗯。Hello。Hello。阿姨，这个教堂漂亮吗？漂亮。大家看一下，我爸爸最喜欢拍照了，到处拍。来比个心。两个人，哎，好玩。奶奶，这是我们越南的乌龟。这么大？对，它在这个环境湖有故事。嗯、有故事的。嗯。这好大啊！讲故事的，讲故事的，讲给我爸爸听的。这里有中文呢。啊，有中文。对。他们说肯定是假的，不是假的，这个这档是假的。这边有故事的介绍，环境湖乌龟的介绍，大家看一下。啊？这个鞋子好开啊，好漂亮。好漂亮啊，做扇子。这家里很多棕叶，就是把棕叶剪掉了而已。这就是那个棕叶。越南媳妇准备带婆婆去吃什么？公公婆婆，他们饿了。说吧，还是我们去吃披萨吧。披萨哦，可以。这里有一个附近有个很有名的，很有名的，好像奥巴马还吃过嘞。对。哇，那一家很有名的，带我爸爸妈妈去体验一下，带你们先去吃披萨，你们的媳妇带你们去吃。走，出发。我们现在出来逛完了，啊，走。给你们三个画个像可以吗？啊、嗯，画不画？要很久的，这个老。要不要画妈妈？你干了？不画。要很久。回去帮你们画。你照一个就可以了。我们拍个照。拍个照就可以了。笑死了！走，往前面走就可以吃饭了。这很多在画呀、啊。大家看一下素描的，还有写中国字的，这是老一辈的越南人会写中国字。走，马上到吃饭的地方了。哎，以后我没钱了，我就摆这里好吗？我会写越南汉字。啊，你去会写汉字，摆这样的、啊，那你要先练一下，你的字写的太差了。这里也变得像中国一样了，到处。好多人呢、啊，我们到了这家店，烤披萨店，来何乐必打卡，好像还要排队，家人们。好像还要排队。网红店都是外国人，生意很好，外国人都来这里打卡。看这里还有很多外国人在等。大家看，现场制作都可以看得到，这家非常有名，二楼也爆满。老板，啊？阿姨问我要不要再等中国人，要不然我去三个明天我正常。可以啊，给你那个外甥。外甥。我是六岁。这。要不要？这了。再拉拉媒婆，媒婆开始。可考虑一下。说一个方向。再三成。吃吧吃吧。对，边上边吃。他们上有点慢的，酒也不帮我们开。那个是。啤酒，对，现在人太多了，吃吃吃。嗯，螃蟹面，还有披萨没上，还有一些菜没上。边吃边了，等下冷了。呀。
you're gonna spend all of it before you're... 这媳妇好孝顺，家人们。熟了哈，我爸老是担心没熟。刚刚他吃了一块牛肉，生的他不吃。对，牛肉我一个人吃，他们都不吃。来，给你。好，我不吃披萨，我一个人吃了一盘牛肉了，你们都不吃生的，那个六成熟了，他们还不吃。到点嘛，到点嘛。刚刚没拍到，他说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妈妈，我笑死了。我开车不能喝，不好意思。这个虽然没什么酒度啊，这个没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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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完？干完？那假装啊，耍赖耍赖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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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关了，哎呦。先先干嘛干嘛？先先怂货，谢谢，不行喽。吃饱了，现在回去啦。买单了没有？我们吃完饭了，现在带阿姨叔叔。谢谢我们一起五个人逛街，散散步，消化一下。对，这次他们在教我妈拍视频呢。刚刚我看到阿姨这样拍视频，还要你教啊？你管他，他开心就好了。但是都还没拍到。他自己讲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好的。不行啊。我们回家了，刚刚去市场买了两个大榴莲。嗯。Oh my god！ 好媳妇，我说我妈喜欢吃榴莲，马上去买两个。还有欣欣还抱了一箱水果，走回家。大家看，都累了，去阳台的去阳台，走了一天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也到这里了，云云，我帮你拜拜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欣欣叔叔今天好玩吗？好玩，好不好？好玩，好，拜拜拜拜。为什么？我还不累耶，还不累。明天去市区玩。好，口号。笑看风云，有你。拜拜。拜拜，大家记得点关注、点赞哦。都不想洗澡了，我看这些人。我妈妈要洗。